这发呆呢还是冥想呢？啊？他俩这种时候总是很好磕。是。哎呀，这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还有这个约会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是我就是选的你呢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来吧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当太阳遇上月亮就是完美的一天，请开启属于你们的约会。你是太阳，我是月亮，惊喜吗？相当啊。我你知道今天来干嘛吗？这是发短信说的吗？那个摇摆舞嘛，就是就好，就是张小说想问一下你究竟还会些什么，就是怎么会这么多东西，这个我不会啊，怎么办？这个不需要会，因为它就是很简单，就是这个舞就是开心就好了。我上一次我带我妈妈和我外婆来跳的，所以没事的。放轻松，非常的简单，走吧，走吧，那我们去吧。去吧。我也有在想，这怎么衣服坏了？给缝一下，我有针线。这个是，嗨，臭臭老师。嗨，小诗你好，上来吧。那接下来要邀请潘潘去用你的手从你的小臂贴着 follower 的背，然后到你的手掌贴着他腰侧。搂腰了，搂腰了。follower 的话，我们先把手放在后面搭上去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试一下，一二 ，leader 左脚向后 ，follower 的右脚向后。一二，可以吗？好。我们需要就是潘潘你守护好小诗，所以要你的手抱紧他，要给小诗安全感。对，有吗？感受到了吗？一二三啊，四五六七啊，八。那我们把手也搭上前面的手。对，就像握杯子一样，这样搭上去往回走。一二三啊，四五六七啊，八。我觉得你好像少了一个，是不是？你就总少一个空的，就是原地踩一下，就累一下。你们原地踩一下，踩一下，我捋一下。哎，一是往后，一二，三啊四往前，三对，一二，哎，要回重心，要回来。再来试一下，再来回忆一下。好，来吧。千万不要拖你后腿。哎，后前前啊前，原地后啊后。后前前啊后。后前前啊前，原地后啊后。慢点，没事，我们慢一点可以吗？再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慢一点试一下。蠢死了。我们俩慢一点，你试一下哈，来走。前啊前。对，我是这样的。对，你现在先不动好，往后后前前啊前前后。对了，对啊。后，然后推脚，推脚，退退，退一脚，退一脚。好。笑我耳朵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慢一点，来，慢一点点。嗯，好，没问题。我们这个动作后前前啊前。原地后啊后，很简单。前啊前，原地后啊后 ，one two， 嗯嗯，棒。OK， 可以，非常棒。我觉得小诗好有耐心啊，你有一个好搭档。对，好，接下来我带着我的舞伴，用我的手先把他身体打开。一起向外，会有一点相互牵绊，对，相互牵绊的感觉。然后把它往前抱，我们又翻转了一下，后前前啊前，
这个学挺快哈、啊，你，你慢点慢，太快了。钱啊钱，你们要互相照顾一下彼此的频率，所以要互相 match。不是我现在已经是无自顾不暇。对，所以要同频率一下。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，第一次接触这个舞蹈，对。哎呀，我再尽量让自己不那么难堪。一开始老师在教的时候啊、我会很注意那种脚步的步伐，因为我害怕错，害怕出糗，害怕小师觉得我是个笨蛋。那后来就发现哦，原来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的讲究规则，他也在向我传递一个信号，说啊，那我们就跳呗，就玩呗，慢慢的去变得去享受跟小师的这个约会，把注意力放到了这场约会上。耶，这次感觉特别好，对，你们两个的配合都非常棒。对，接下来我们加一个小的动作，非常简单，一二踩，点点点点，肯定有点嘚瑟呀，哎，对对对，嘚瑟的感觉，本色出演，我们回去就可以给他们跳这个动作，哎，可以。那接下来，然后我们试一下，踩，转个方向，转圈，转方向。两个人跳，我感觉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我们频率要一致，错也要错到一致。好。然后把我们的腰上的手松开，我们往外边往外打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对，有种向外去迎接的感觉、okay. 然后到这个地方之后，我们的手向外点地，两个脚也向外点地碰地，然后指指互相家人，对，然后看着他的眼睛、哦、然后指一指他，是你哎什么哎抓到你了。我们想给这次的编舞加一个小小的完美 ending， 让他来到你身边。Leader 用你的左手带他往你的右边绕。对，哎，等一下，下面说别急，先给足安全感 ，OK？ 等一下，别急，他们好开心啊！我会把他的胯顶到我这边之后呢，我们的腿有很强的支撑力，然后我已经感觉很安全了，我再倒，倒下来 ，OK？ 倒下去，对 ，OK？ 我们来试一下啊。对，等他的脚跟你的脚贴到一起，然后再倒，稳吗？我的小师稳吗？你的屁股也是顶着他的屁股的，顶不到，他腿太长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屁股在他腰这儿。那我把这些内容串联到一起。好的。深呼吸，加油啊！5 6 7 8 后前啊前原地后啊后转圈前抱手5 6 7 8哒哒哒哒哒滴哒点绕着它，看着彼此，哦，甜还是甜啊、哦，甜。耶、yeah. 不好意思，是不好意思吗？非常好。我们待会儿有一个舞会，然后如果你没有带上复古好看的衣服，我们可以换一下，换装一下，然后一会儿来加入我们的舞会，一起来跳跳。好 ，OK。你当 leader 哦，我跟着你吧。我跟你，这舞其实就是可以跳了。我感受到了。再一个。我觉得他会带给我很多新奇的体验。他的这种状态也是我很羡慕的这样一个状态，他是更享受这种自由的氛围，这种只要开心就好的这种氛围，他也在试图向我来打开
开他的心扉嘛，让我融入到他的这个节奏或生活里，所以我会在享受，在期待每一个这样的场景。